阿弥陀佛，大家午安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继续来看那个张岱的《西逃汉梦忆》里头的扬州秀马啊，上一次把课文录入了。在进行课文之前呢，我们先讲到扬州秀马在逃那个第几卷呢？第二集卷五到卷八，应该是卷五，我记得之前找卷五，你就往前找，第五卷。所以一般后来人整理的也大概在第五卷，所以我们就到第五卷去看，就是卷三了，卷七了，你看，卷四啊，翻长白。哎，柳敬亭说书也是扬州瘦马这一篇啊，真巧。所以你看，不光上这一课啊，哎，他又有虎丘了啊。这个丘其实写这个丘啊，看行不行，还是不行。那为什么现在变那个丘这样的一个耳朵是怎样？避讳孔子，他是讳丘字啊，所以清朝人还有写这样的。我看仁一吧，对，就是这个啊，写成这样，就是把最后这一竖啊，当然我们现在笔顺好像最后是一横啊，他把右边这一竖把它挖掉，那让它不成字，就是一个避讳啊。那清朝人很讲究这个，尤其那个皇帝啊，清朝皇帝故意要借由尊重中国传统文化，这叫以汉自汉啊！你们不是最尊重孔子吗？你们尊重孔子的心，就像尊重我皇帝一样，所以他们很讲究避讳啊。皇帝也是这样，孔圣人也是这样，所以清朝科的书后来丘都改成丘了啊，明朝应该还没有。那个虎丘，其实我们上一次来讲，你看它这里也有虎丘中叶，我们可以两篇都读啊，比较一下，看看它和文红到底有什么不同。你看也是记中秋的夜晚，对不对？然后二古人今，你看也是在那唱歌，可是他没有写那里的风景，很棒。所以我们这一课圆满之后记一下，还有这一篇可以学啊。我们就放在我们参考资料上，因为刚好跟我们这一样，给它变成标题三，这里就会跑出来了啊。虎丘，这一样是《逃汉梦忆》卷五，这就不是卷一啦，我们是上一次复制中山啊，弄错。其实它是卷五嘛，柳敬亭说是不是在卷五？是扬州瘦马前面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卷五才对，这里弄错了，刚好。那这个是台湾用意也是卷五，值得一提。啊，别忘了，我们这个也是卷五，你这里看不到全文，你停一下，它会跑出来，有没有？虎丘中秋夜，在后面吧。刚柳敬亭说，这里马上快到了。那时候我们比较看看他和袁宏道，他既然说他是集袁宏道、公安派、静林派的大臣。看看两个写胡秋一样是中秋夜，有什么异同？这等我们扬州瘦马圆满啊，所以这一堂课真是一场文学之旅啊，很棒啊，国文之旅。再来继续，快到了扬州瘦马来了啊。那你可以对一下这个扬州瘦马。扬州人日语食女瘦马之生者，数十百人啊！看课本，
的断句跟他一样。我主要要看这个，我突然想到了啊，是为什么要看？你知道？难怪我一直觉得要看这个嘛。课本多了这个字，他有没有？那个点教本网络上是没有的，可是我已经分享了啊。比如说，你用那个去查，应该是，希望有了。也有可能没分享，自己忘了。我用那个 email 啊，没有啊，有啦啊，没有。这个只是我私底下的啊，认真思考，所以这个好像还没发布啊，抱歉啊。现在反正有版权问题啊，我们就不急着那个了啊，认真思考一下。这个早就都档案都被删了啊，旧的。那因为我现在有个官司，才刚不起诉处分啊，就是跟这个有关的，所以还是算了。虽然那个大陆的书翻译那时候翻来翻去也没差，不是算。其实尤其现在有这个了啊，点教本的参考吧啊，那你有兴趣还是买正版。现在这个还在发行呢，我们就尽量。不要去伤害人家，支持人家。人家是出这种书也没什么利润，就算有，总比那些商人赚的利润少啊，对啊，宁愿把钱那个赞助他们嘛。那这个也许点教者早就往生了，也可能，完全就是出版社的那种发行，他愿意出这种书，那你不去支持他。好，需要的话私底下再跟我要个会。这本也没有多少钱，我那时候买那个汉金的也是倒印的啊。你看我现在，我习惯是用 HD 嘛，对，那时候用那个汉金的，那时候200块打对折100块而已啊，是不是？这当然是民国73年的200块，你看那时候去蓝登，蓝登也没了。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去蓝登买，买一本都是算半价了，等于有点出清了。可能要跟版权有关，后来两岸要交流了嘛，你这个给人家翻译的，人家都要那个的。你看我什么时候买的？1993年的，民国82年，他什么时候出？73，差了9年，我才买到这个书。我81年，民国81年才上师范大学国文系嘛，9月的时候，应该是81学年。中山扬州说，我们主要是看这个面出约姑娘借手巧巧，你看我怎么知道念巧？所以要不要学你自己说？换部首不念翘，悄巧巧翘，那我念二声巧，不就跟那个巧音一样？那不就是通假字吗？就这样猜，到时候去查是不是又是这样？就像我们上一次讲的公演处，对不对？课本是这个折舍，不是课本啊，我们读的，对不对？你记得吗？这里都已经上传了。你看在第几集？第五集的时候，对呀，第五集嘛。你看左边有第五集，对不对？第五集啊，推了再去查四，你说怎么办？这是不是程度？那桥也一样，八九不离十。为什么敢有这种自信？那你，九阳神功第几啊？第九招嘛，带回二座，意思一不一样？很合啊，不就拿借你的手来看一看，那瞧看不就也是看一下，我瞧一瞧。那只不过这就是叫什么字形结构，你看很好连上那个章代的，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啊，它连出现两次，对吧？那个折舌也是那个念折，标准音念折，字形结构换部首里头，它是换声符，不是换部首，它部首没有换，都是幕部，对不对？那你就知道跟眼睛的动作有关。他只要一个从教得音，一个从孝，你不孝子，肖像的孝，肖像的孝，对呀、啊。那讲过教鸡七西一组乱换，鸡七西一个西一个鸡，那后面一个教一个孝，声调也是乱换，不重要啦、那完全一模一样，声母又是可以转换的，这内行看门道，这叫程度，这叫功力。对不对？像我们看武侠小说，武侠
那个内力很好的练什么功又很强，你内力不好的练什么功又慢又不行，这就是内力嘛，你有这个底子嘛，为什么不好好学这个、姑娘借手瞧瞧。背出就这里嘛，哎，月姑娘借手瞧瞧了，往前向名利，转身向名利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不知道哪来的，这应该是课本又错了。我们还有一招什么？两个，一个是查资料库，打这个是不需要加引号的，我觉得没有、那转身向名利有没有、我们找 Google 或者找我这个、搜寻网络，它就会一次搜寻好几个 搜寻引擎，你看一下开好几个，那个新增那个就可以比较先看必应的。转身，人家都想身向名利啊，然后转身并向名利，所以我看又是，你看全都是转身向名利，你看这个张岱的因果，你自己想，所以虽然他的重点不是在这里，可是你看后来的人就有人把它丑化，你不要讲什么连经典都会，是不是？包二奶现象，对啊，然后转身并向名利，没有嘛？大家都是转身向名利，课本又错一个了。那我们看旧版的有没有错？没有嘛？没啊，你看，那是转身向，好，如是定验了。现在就看旧版的，旧版的是在课文这里。扬州瘦吗？旧版我还没有那个嘞，旧版我还没有弄过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在我这里头有一个课文，大学国文在新视窗开启，给它做个连结就可以了。旧版也一样啊，那结构大概跟新版是差不多。那我看一下有那时候有没有做这个书签，有这个说明没有啊？曾经的电影与文学全面嘛，张岱。瞄一下，那个旧版的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几乎都照抄的啊，没有什么更改。像新版的那个《纳兰性德简介》就稍微有改动一下啊，这个是几乎一样的啊。你看明朝末王他的《避居三千求会一宗》，原来是纨绔子弟啊，那时候介绍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这个落差，这种对比。所以他写这种梦意，追寻以前曾经的这种荒唐少年史是怎么样？一定有言外之意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其实表面上看的真的只是教你怎么去嫖妓啊，转身并向名利。所以你看新版的他也不去校正，对不对？完全都没有做校对的工作嘛，这是错的。转身向名利就好。你就加个这是眼纹。什么叫眼纹？衍生出来的文字嘛，所以叫眼纹。也可以写什么羡纹，羡慕的羡，羡是鱼的意思，多鱼多出来的文字。
然后好，应该没这个问题了。点教本也是这样嘛，转身，哦，跑掉了。左手嘛啊，关皮倒是有，再来一样。有时候这个虚拟电脑跑很顺，有时候跑不顺，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是背后最近 Windows 在升级，有可能它后面在跑那个升级的程式哦，背景，看哦，看看背后有什么鬼，你看，主要就这个闲置处理程序，一定是八成 Windows 在升级。我也没在做什么闲置处理，就是你可能电脑闲置了，然后它会给你到什么动作，占掉一半的 CPU 资源那么快。有时候应该把那个 Windows 自动更新啊关掉，也许好一点。你们这个再确定一下，对不对？转身向力，我就像我之前讲了，病可能跟相很像，还有又跟那个病有。有关，那两个人立在一块就叫病，啊，对，有这个字，会不会是这样？所以他错，然后病和相也有点形状像的，类似啊，意思也啊，所以这个是错的啊，绝对是错的，那个要，然后那个，红配绿，口臭屁啊，然后来，好，这样就好了，需要的话再，其他是一体字都还好。像那个蔬果，这个蔬比较特殊，还有这个是，其他这个都还好的一点，厨子挑一担子，门前环视，蔬果，八成是错别字，厨子环视，你看，他不知道这个环视又哪来的。那、你看那个新版啊，说要做那个旺季，说要做这个贴上扬州算法是252252，你看这里可不可以贴上酒精？不行，一定要用档案总管252。你复制之后。复制对不对？然后给它这样按右键贴上捷径，这样以后捷径有什么好处？你看只占 2K，不占空间，然后就是可以直接读那里的资料，没有问题。你看那个蔬果旧版一定也错了，你看，然后你看期末考还考大家，考学生改错字，那你里头是错字那么多，对不对？环视，一样环视。用那个找找看，你看啊，如果你们下载教材也有，可是你要安装我这个程式才能用，有没有？你要点争议其，争议其所不能，争议我的所不能嘛。用孟子那句话，搜寻网页，点下去就会跑。你看，先看必应，有环视吗？门前环视没有嘛？怎么找都找不到，没这个东西。你看，你这样也可以知道这几个大的搜寻引擎它们的优劣是，门前环呢也没有，门前环视，大家都是门前环视，它这个视你看，这是。之前做的那个课本，旧课文的，我可能有 OCR，
啊，大家都是门前环视。哎，这到底是怎么搞的？那这样也算是错字了，他不知道根据什么。所以你看哦，他说我根据《狮湖梦寻》，所以你注明要记注明清楚，对不对？你这样注明不清楚，人家没办法帮你说话嘛。那你自己倒是久了，你也忘记我这根据什么版本，怎么会这样？大家都是环视啊，哪有环视？啊，这个也算错字了，没有根据的就算错的，是不是？那我看这个也八成了，好惨。然后你看一下这个，这一定是大学国文选啊！你看，环视扬州瘦马438，你看旧版的是不是438？哎，我这是哎，哦。这还要更旧的，来来来来来，让你看一下《大学国文选》嗯，要更旧的就这个，这一个，你看那个编号差了几乎一两千页，一两千本，因为我还有抓其他的书嘛，这也是我自己找的旧，那时候还是实牌，我刚开始来教书。硕士班还博士，应该是博士很用。那时候还没毕业，来教书的时候就是什么用这一本啊、哦？那一样，我们这个就给他。这大体都一样，最后是公文。那时候坚持我们中文系要维持，对不对？直排的嘛，后来都随手，因为电脑太厉害，对不对？后来都电脑化，原来是西风东渐，那还守得住，那是人文的。可到后来电脑，你工具都这样，你再用直的，嗯，就习惯了。中文的好处也就是直的、横的都可以，可是你不要改成直排了，被西化了之后。就丢了自己原祖啦、啊，甚至到底从右到左，从左到右都不知道。现在直排的还有人家从左到右，啊，那太夸张了。历史上地球上没有直排的从左到右的说法，我不知道哪个文明有。西方人没有直排的说法，那根本可能啊！你怎么可以拿人家横的来给他直的，给他左到右？那是太夸张的人了。啊，你人不要人性本贱，把它弄贱成这样，啊。官品是前一个一定还是两个，所以你看这些都没有变，对不对？从我教硕士的时候，这些改版几次了，这些还没改啊。那你看，再看借手瞧瞧，你看转身从这里就开始错，哦，我一直抄都不再改了，书也都不敢。那么多老师在教书，奇怪啊。没人指出来啊！那你看，我从那时候从这一本课本教到现在，我其实没有教这一本这一课。虽然他后来他排有这个进度，我也是前一年、前年还是去年才开始，而且几乎没教到，因为进度问题。你看都没有动啊，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啊，这一样，那个是438。438，假如这里我不能做复制贴上，做捷径的话，我怎么做呢？你看，我让我讲给你看，怎么变435？这个嘛，我把它拉过来，拉过来，你没看到我的滑鼠右下角有个加，对不对？我再按住 Auto， 它会变成一个 Y 的键，实心键哈，黑键，然后放开就是捷径。你看，这也教你，所以这是旧版的。这两个都是旧版的国文，这样就可以参照两本了，很好。然后再参照新版的就可以了。新版，那新版的，我们是以 Dropbox 里头为主，所以就就说 Dropbox。好，我这里要改了，新版。
对，已经是 Dropbox， 人文趣味，新版改成 PDF， 这个学校给的。那我之前那个是自己扫的，所以都是图片，我也不喜欢习惯用 PDF 啊。图片你看我用 HD 翻页什么很顺很快，这样你看这三本，对不对，都有了，就是旧版课本。加个词牌就知道，正确。哦，不是宣誓，哦，词牌还没有，或者是竖牌啊，一般是讲竖牌，没有。旧版也没有，缺的词汇那么多。下面那个方块就可以把它顶高了，一方面也可以检查别的档案有没有，然后直排或竖排，像直排轮啊，就竖。就我这个词汇可以用。好，这样都 OK 了，所以一样哦。中国文化大学大学郭永恒天下文章给大家抄抄来抄去哦，完全没有跟动。你看人家点教本都没问题啊，跟我们这里是一模一样，没有病字，然后书是这个书啊，应该都错字。那我这个书，我们再看这个事还可以两个都说法，可是。这个事后比较好，可是事后也有，对不对？你看事后有两个用法。你看也有这个事后，所以在这个意思上它是通的，意思通，所以字可以互用。你看就是事后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要事后伺候，可是这两个意思还是有不同。什么不同啊？我们讲伺服器，你不会写伺服器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在为什么讲伺服器？只要这个伺就窥视，等到你下达命令，我做给你做个反应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给你做了一个反应之后，要窥视吗？还要暗中，总之就是在那接收所有可能的指令。给了指令之后，我做一个回应给你，这时候就是是啦，服侍你啊。所以它意义上是有通的，所以才这时候为什么又可以通？对，事后啊，可是这个是卷舌是，这个是不卷舌的啊，两个不同啊，因为它一个从思嘛，一个从事，可是很妙哎，你看从寺院的事为什么变卷舌？这个是哎，右边是寺院的事，它不卷舌啊。查一下这个是形声字吗？还有一个又可以查形声字的，像那个，有一个人做，可是他资料怎么来的不知道啊。至少这个中文大学他学术的嘛，他会比较负责啊。这四声现在竟然变卷舌音，你就发现以后人家卷舌没有卷舌就不要笑人家，原来是跟四还是可以转的嘛，对不对？现在不念四念是，那这更明显，这一定是私声嘛。对啊，这一定是形声字啊。我们用一下它这个啊，对不对？它也是说是形声啊。然后是呢，不用讲，是一定是的。你看我没操作滑鼠，是用键盘啊就可以了。是它反而没有啊。这里打完之后按个 Tab 键 ，Table 之后再按空白键就可以操作这个页面上的那个。所以这四还有个道理讲啊，有两个，可是哪一个比较好呢？所以两个虽然意思会通，可是还是有区别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在那等候，等候你下达命令，我在
做动作，一个是服侍你，随时 stand by， 那个是侍啊。那这个侍呢，不一定 stand by， 他只是听收你，听到你命令，听到你命令，他不一定要回应你，懂不懂？可是这个侍就一定要回应你，他是，所以为什么叫侍者？一定要有回应嘛，你不能不回应。那这个侍不信翻这个侍是很好，因为他也刚好跟 server， 他是音译接翻，很好的一个例子，就是 server 就这样，侍服嘛，刚好不卷舌。为什么是 server 伺服器会当掉？当掉的时候，他就只是不服务了。哦，很好，这个翻得很好。你看这个中文不好，怎么翻得出这个？你要怎么翻 server 伺服？你看，对，以后就这个好例子可以跟同学分享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为什么要通识读国文？哦，学电脑的不要国文。所以你看，我中文博士也很拜服资讯系的取这个名字，真的非常好。我们还不一定想得到。学中文就是让你程度变成强，程度变强你要活用，老师不一定能够赢过，因为你有你那个专业领域嘛。那再来，你的智商可能比我高，你反应比我快，对啊，你想的比我快。我虽然教你单字想副词，有时候你青出于蓝可能想的比我更多更快更恰当，对啊，方法都一样，你只不会这个，会了这个你也许会超越我，可你只要不会这个，你永远吃我吐出来了，你怎么能超越我？除非你开悟了，读书千遍开悟了，那也是一条路，可是那就事倍功半了。我们教你的是事半功倍的捷径，可是这个捷径不是取巧的，这本来语言的原理就是让你直简预繁，掌握了这个要领，你就懂得去灵活应用啊，是这样啊。然后则蔬果，你看蔬果有没有这样写法？我想是可以啊。尤其你看字形节又换部首嘛，你书其实只是下面，你看蔬果有啊，人家也有这样用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李蔬果有，这不是哦，这不是蔬果，其蔬果出于是要当断哦，不是蔬果，要注意上下文，这里不是蔬果水果啊，来我看一下，那个大师，国学大师。我看阿弥陀佛，我看我这个键盘拉上来会不会手比较舒服一点啊。书可以通书吗？我都还很想读这个，它字为木字名啊，这很好。他这有注注册，这我们课后再来读啊。那我如果赶进度的话，先教别的课，我们就以后再来录补录。先看有没有这个蔬果。刚刚我们查汉语大字典是没有蔬果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蔬菜呢？对不对？那你这一讲，你看古铜书看到没？所以这两个是还可以商量的，一个是意思可以通啊，有相关联；一个是曾经做过通角字啊，这不算严格的错，可是这两个为了这一个啦，没人这样做就不知道他是何作的啊。因为转身并向名利，到时候我们读课文再讲一次，并一定有一个以上吗？一个人干嘛并？否则他就是强调用法，我们说并不怎么样，那这里需要并吗？这不需要啊，向亮的地方站立，就面向光处，人家才看得清楚。好，那我们暂时就先对到这。这个都是有原原本本的，都是有根据，不是？那这个，对，这个都没关系了，这个是一般的议题字，就不需要去考了嘛。糕饼的糕点可以用米做的糕饼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再来米就做了很多糕啊，黑糖糕也是再来米做之类，紫米糕。再来就是你也可以讲它是食品之类的，就从食部嘛。所以液体它是做十步，对不对？它是做十步的高。那你看它的高果就一克而里币高。你点教本它是哪一个？一怎么找那么久还没看到？也许你已经看到，
所以弟子不必不如师嘛。你看，所以他不是根据点药本来的，对不对？这没问题。然后呢，来我们再看一下，所以点药本它也是忠于这个月牙堂丛书本，它前面可能会有说明碑注呢。好，这一起看啊，哎，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我们这个碑是下面是一个名，它是从名不从目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都一起看哈。田宣田呢？我们那个田是田填充题的填，对不对？啊，填空题，宣填，它跟课文又一样，好奇怪。啊，他们根据的版本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我看看我后面的题记有时候会提到版本问题。这时候的毛笔字还算能看哦，不是，自从中学阅读测验以来，你看阅读测验就搞他的事。我以前阅读测验很烂，拜托，我不是天生国文系，我以前干嘛读物理系？没有读物理啦，想考物理系对吧？自然科学是物理，集之张岱，然后自序之风名谁知啊？什么自序？啊，自序之风名谁知？今日巡检乃不见于此书之序，然诗书故为流行本，能守备一书一称一姓。今夜与后进学弟俱访南征，谁啊也忘了。乃你看刚才讲在南登买的嘛，以前在师范大学，台湾师范大学后面。啊，那个小巷师大路好像，乃促见架上什么原为空荡啊、哦，原来是空荡的，你看的就是者嘛，而其实已盈满了啊、哦哦、原来空荡的地方，什么叫而其实？那时候文言，所以你要写才会真的会。对不对？你不去练习，就像你学英文一样，你只会学讲有什么用，只会阅读，要去写才是真正会。啊，其实也可以啦，勉强也可以，讲究一点不好啦。就是我去的时候已经变满了嘛，哦，也可以啦，哦，真的很怪哦，当时比较好哦，或者拿掉其，不要带名词，时已圆满就指当下，当时。不为事先预定之风俗通义，啊。我本来想买风俗通一点教本啊，还有二层级有，还背天如此书等，什么等啊？对，应该是等。像这样的书我等九旬够的，很久想要买，可是那时候就缺货，再加上啊，新奇之余急用，庆今日所提款啊，今天提了个款，提款机提的款也用完了。而并风俗通义，原来那时候买风俗通啊，经传四词啊，这断句啊，经传四词的另外一本书，补再补等啊，经传四词有补和经传四词再补等，它其实是一册啊，齐购焉一起买，你看，这应该是大一大二的时候，我81年进去，81年9月过瘾，可是好像就是那一年暑假10月前面8、9月的时候跑去隐居嘛。哦，那隐居之后，隐居失败没多久，还不错哎，文笔，那毛笔还能看啊，没有很少，跟笔有关，这不知道是不是用那个自来水笔写，啊，没有提到版本，那版本呢？你可以看它前面的点教说明可能会提到，啊，根据什么版本？一般前面没有，他就介绍他的内容，最后才会提到。还有后来有一个那个，如果有繁例的话，也会提到啊、哦。这是目录，然后这个是序，这就序就是那个五重要有怀疑他是谁写的序，对不对啊、哦？然后。竟然是马新荣先生点教的哦，哎呦，因为林梅依老师，哦，现在在黄天龙老师那里助理嘛，林梅依是夫人，哦，老师夫人师母，
他们都是弄磁学的啊，文学嘛，经常看到马先生的预兆啊，合照。哎呀，所以你看，真的佛菩萨。你看《桃庵梦密》有燕云假编本、道光本，我们没看到这个。这个武崇耀有提过的，没燕云假编，复习一下。就是这个。哎，他怎么写燕？对，顺便学。你别，所以这个要念燕，不能读研呐、啊。啊，研是研究生，因为你研磨有没有？我们现在研磨机。就是为什么是用那个研啊？研磨咖啡，对，这研本来就磨啊，磨磨，所以这两个字是通的。我也是研究翁方刚博士论文的时候才学到啊，这跟大家分享啊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是两个啊，这边学了哦，原来研还可以通研，对嘛？这才叫上学啊！哦、啊，你懂人家不懂，所以你叫大人嘛啊，不要以后被你小孩子看不起，对不对？再来。道光本是我们看，因为从头版就是我们所据的、哦、等多久？等等呢还不止，这等就累啦，这一类的书嘛，等等等，然、哦、后来衍生等等等这一类的人嘛，就不叙述啦，反正都同一类人，大家知道我讲几个，你就知道其他的了、哦、所以等等等就是这样来的、哦、等本来是累，所以我们讲等地嘛，你是地级等人，对不对？等地就是你这一类的、哦、上流的就上等人，你看下流就下等人。流也是类嘛，那一类那一种的人、哦、那一国的、哦、那一什么，现在俗话是讲那一卦的，对，那一卦的人。西湖梦行有开西本，你看西湖梦行我们先不管、哦、仙女岳阳堂重拾本桃庵梦忆，光绪本西湖梦行为底本才怪，他都改了也没出教记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了岳阳堂重拾那个字也不一样啊，可底本就是跟他以他做底稿，可是可以用别的本子来改参教啊，参考校对其他的本子啊，其他的旗又代名词，旗是什么旗？带什么？这里上下文是带什么？月牙堂重拾本的桃庵梦忆，他是他人的他嘛，另外的啊，这旗是代名词，带什么？他前面提过的啊，我们专注在桃庵梦忆就好了。标点整理合并出版，由于张大爷写。这个马新荣先生可能不是共产党员，所以名字还给他保留。一般哦，台湾印的时候，那时候你看还没解严呢，早就给他挖掉了、哦、尤其1981年就才出版的，他竟然什么时候？1984年就给人家翻印，对不对？很新的书啊，才差三年啊、哦，所以那时候没有版权，因为两岸还不通。那、啊、他应该不是共产党员，所以他的名字没有危碍，就好像清朝那时候后进回书就不会给他挖掉。哦、像郭沫若啊，这些鲁迅啊，那些名字是敏感的，就会挖掉。哦、再来，你看，也不要听他这样讲，所以李清先生，我们都实事求是。等一下再回去看，他没有交心，他交代不清楚嘛。您其他那个译文哪来的？否则我们哪天看看有没有道光本来看。哦、由于张岱写《西湖梦行》时，所以是。这西湖梦行我们就先略过，他好像比较着力在西湖梦行，对不对？所以张岱主要都在西湖那一带出没了啊、哦。标点整理的错误，我们有指出来哪些错，对不对？啊，在一起读有指出了，还有一个好像中山那里有错，是不是？啊，哦，对，哎，武崇耀的表，对不对？引那个沈先生的诗，那里标点标错了啊。那再来就是那个这一套书是哪套书？你看我还说什么？因为这个翻译的嘛，绝对不是他这个四部刊要啊，那盗版的翻译。这可能是中华书局本或者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你再去研究大陆的上海古籍或中华书局，所以可能是这样。但是我们复习一下，前面有提过他错，对不对？不是要彰显人家错，就这个理嘛。你看我们花那么多时间，可见马新荣现在找到世祖了，对不对？原来是马新荣，他在点这里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用心去，所以我们就是
可你自己是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，只要你这一段对我们怎么批评，可你这里竟然马虎了，只要接受今天的考验啊，这里错了吗？他说错了请指教，我们也指教，对不对？敬礼是在里头，已经查过明示众，对不对？敬礼不是在外面的。这里他就还提到标书名号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所以就不要以为点教的就对。那再来回到我们那个，他说以月牙堂为底本，我们一起读，这个才是以月牙堂为底本。月牙堂同志，你们大家都看到，对不对？这就月牙堂同书本啊，为底本。然后你看扬州上他有没有教刊记？没有啊。一般点教本都会有教刊记，他这个竟然没有。所以他其实他是已经融汇了各家各本的说法，他都不出教刊记，都不教注另外一本做什么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完全没有，其他都没有，完全都没看到。你看翻那么多页都没看到。所以这个本子不算善本。不算很好，只是一个普通本吧。只能说是一个普通。好，大概有个概念之后，你看又是一堂课。继续进入我们课文啊，这样才安心的进入课文。这样相比较之后你才知道，这就不用查了，书就可以通书了，刚刚都看到了，对不对？我看我们这个有没有。还可以用，你看，是卷舌不卷舌，拜托，以后不要再笑人家台湾国语啊，是不是书？所以像复苏的苏，为什么这两个可以通？真正是应该是这个重新活过来嘛？这完全假的，跟那个书什么关系？它的声音通就通。哇，今天为什么突然风刮起来？所以以后人家发布标准不要吓人了。你也发现原来卷舌不卷舌还可以这样通，这是比较晚进这样通的。这就没有蔬菜了，不会吃的，因为它有哎，所以它这个还说古通也算古啦，对吧？黄山子，那这个没问题啊。然后这个就可以先不要，别拍那么多。好，安心进入课本吧。课文吧。扬州人饮食鱼瘦马之身者，鱼是什么意思？鱼是的鱼嘛，在嘛，鱼是就是在此，在此怎样省略了之后，白话的鱼是文言的文鱼是都是一样。这个鱼是在哪里学？在马皮禅女里头学的。哟，既然这样了。忘记给他除除，没关系，反正随时那也只是更新了，我们神奇的都会。我在这里查，我看马皮禅女也只有我们学的，我们传的。马皮禅。你看都是我们，很棒，这网站被我们独占了啊！我为什么选这个？你知道，微软好像大陆比较不会封啊。那你希望大陆的同修，假如你看不到这些教材，要赶快反映我在传大陆的啊。我是这样才选择它的，因为 Google 可能会被封。你看，所以我特别画黄的嘛。这个鱼是跟白话的鱼是完全一样，你根本都不要翻。可不要翻就是白。白话文吗？那是因为白话用的你都懂了，我问你是什么意思你还是不知道啊，那就表示它是文言文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看啊，这鱼有在的意思嘛，你这样懂这里在，这个鱼就会读啦。那这要怎么读？通常鱼哦，白文言都放后面，你白话要倒叙重组倒回来。九阳神功第四招，老怪，扬州人每，你看前面才学什么？讲一个日，没有讲哪一天，表示什么？日日嘛，就好像我们袁弘道，
那是在讲袁弘道。武丘记，作者，这个人没有讲什么人是什么人，人人都说文章，所以我们才指责他嘛。你这样太贱了嘛？怎么可以这样讲？根本就他是友人嘛，怎么会是人人？哦，那你单独不指名就是讲人人，还有什么后面学这个《明史文渊传》里头，他立了一个什么法？岁终，岁终就是哪一岁？是五岁、六岁还是三岁？都不是嘛，没有讲就是岁岁年年，每年都要到了年底要考察，没有一年可以例外，就这里一样啊。哪一天没有，就是每天日日嘛。就学会一个，其他都会读啦。怎么可以去学注释翻译？那懂他那个行文、写文章的这个习惯，那行文的习惯嘛，啊，要懂他那个习惯哦，不要都。行文就是行走，我们走路或者行医啊，行乐趣行真的做啊，做文章的一个习惯，就好像我们学过什么两个名词放在一起要怎么读，要学这个。那学这个，你说这么多规则怎么背？不要背，碰到一个就是用心记一下，忘了没关系，以后碰到了啊，复习。常碰到，所以才记这个规则啊。不常碰到，你记了忘了很辛苦。那记得忘了没关系，下一次又碰到你又再复习一下，久了就记起来。就像我们讲声音变化跟知识是转得得呢，咯咯咯转七七七，到处都是，还怕记不起来吗？这不要。可是怕你记不起来是什么？九阳神功、七星大法，这你可能会疏忽，对不对？这就要用，要把它熟练嘛。你要爱死背就背，先背这个嘛。哦，心理的要想到生理的，时间要想到空间，人文要想到自然，那七个。最后一个最大星，最大一颗星上下文，对不对？在九阳神功，对不对？哦，有单字想副词，字形结构兼音义断句，对不对？不要忘了抓动词，不要找错了对象，找错了主词，对啊。可是这个也是要记啊，可是不要像九阳神功七星上啊记得那么死。碰到一个声音变化关系规则也一样，碰到一个想记一个，忘了下一次碰到自然会记。那九阳神功为什么要牢记？碰到不会的怎么办？你就要想办法用九阳神功去读啊。像这里你看，也许你日不懂，可是至少九阳神功会把你断句了没？那怎么断？对啊，那断开再去想，哎，以前有没有学过的经验？有，这也有点类似九阳神功教外别传嘛，就十全大补这样。那就想想以前有学过的，就是你的智慧能力啦。这属于智慧能力范嘛？哦，出现一个日，就像刚刚我举那个虎丘记，对不对？才虎丘记我们一起读完了啊，这就是你的智慧能力，你就知道哦，出现一个日就是日日嘛，出现一个岁就岁岁，出现一个人就是人人，就是美人，对啊，那这样就知道日就是美人。那扬州人应该不要讲，它是一个地名嘛，我们虎丘记是苏州，这里是扬州，对不对？那扬州在哪 ？Google 一下马上就知道啊，烟花下院上下扬州，对不对？嗯。扬州这里的人好像台北人、广州人，类似这样而已啊。每天饮食在瘦马的身上的，你看瘦马的身上的两个的什么不同？这个是的，是代名词啊、嗯。然后这个是的，是什么形容词？瘦马的身上，谁的身上？瘦马的。那至于瘦马是谁？是专业名词，没办法。所以这我们这一次一起读，一开始还跟你讲那个瘦马的马，你想到什么马？它竟然是马子马，那为什么用瘦字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去查那个什么，这是专业知识啦。为什么是专业？那时候风俗习惯，哪时候的？带回二座，他哪里人？什么时候的？明末那时候的俗称嘛，黑话。我们现在还有黑话，对不对？就是一种黑话嘛，或者粗话、俗话都可以啊。嗯，哦，黑化粗话，就不登大雅之堂，就是英文里头是什么 ？Innormal 的用法 ，Innormal 有没有？还有正式的用法 ，normal 和 Innormal， 啊、嗯，
那中文哪个语言没有这样上流用的、下流用的？对啊，那些查瘦嘛就知道哦，还有养瘦嘛，对不对？它变成一个专有词了，这没办法。原来只是字面上的意思，望文生义就可以。瘦己羸弱，你也知道翻哪个字？这个嘛，马就马。那你看瘦，它原来就是形容词了啊，这没有问题，不需要什么两个名词转形容，它本来就是。再来就扬州的方言，有吗？俗话方言，是妓女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你看，对，我们这一批课在教你学妓女，旧时保姆蓄养雏妓，长大后转售豪门，付之以图，成为扬州嘛。这就是大概我们扬州瘦嘛，这里头故事情节，前面念过一次课本整理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大概有印象，对不对？那个保姆是不是都来讨赏？你想要娶二妾，包二奶，前面不是大家有这个俗的？你只要透露一点消息，保姆就来找你了。哎呀，我们家的小姐好啊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你看把人当马养一样，对不对？还马驹啊，原来在唐朝就有这样。莫养瘦马驹，莫教小妓女。这是把女人物化，这是当然是中华文化，这才是糟糠嘛，是不是？啊，瘦马我们用我也吃点就可以了，嗯，扬州瘦。那你看这个要这么多饮食。扬州人每天在瘦马身上讨饮食的有数十百人之多，这应该白话就是这样，数这都虚数嘛，不确定，反正就多。你看这样倒过来是不是比较是白话了？啊、哦，扬州人每天在妓女身上消费饮食的，或者把她当摇钱树、当衣食父母，就叫饮食嘛，饮食要吃饭嘛，就那你生活所需需嘛。这叫文学语言，科学语言是喝和吃。那文学语言喝和吃就借代为什么？所有生活的必须嘛，花费啊，甚至你的利润，对不对？你的薪资啊，所以这就等于摇钱树在他身上榨取的、压榨的或者牟利的，就是这个"者"字。所以我前面才讲过"作者"的"者"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时候你学好知识是短的，其实就"的"嘛。白话的"的"也是代名词啊，"的人"有数十百人，你也可以说他省略了"有"啊，这样"的人"有数十百人之多，那你可以说他又省略了"之多"嘛。你看把这个添回去，添字还原，不就完全看起来是文言呢？变完全变白话文啦、啊，有多难？那你懂这个"没没"嘎嘎，原来九阳神功第五招添字还原，再加第四招太虚成字，再加第十招。这教外别传啊，时间大伯啊、哦，这句几乎都破解了嘛。你看，你要娶妾，包二奶，对不对？妻妾，妻妾成群，妻才是正妻、法妻。我们上一节前面课同学学的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一起读完就讲《浣溪沙》，是不是？《浣溪沙》里头的那个悼亡诗，这是要妻才行，妾都不行哎。爱妾可能都不能讲悼亡啊、哦，题解里头的。啊、哦，题解我没录，我看那个。对不对？悼亡诗要妻子还行，妾还不一定行。那妾就二奶嘛，小老婆嘛。啊，娶妻的杨瘦马的老这个保姆还不会来找你，所以这个你看啊，我们还没讲到这，他还给你注文，就猜也知道，就是瘦马的妈妈桑嘛，对不对？他的保姆嘛，啊，妈的养他来赚钱牟利的，啊，人口贩子也可以这样说啊，说客气，嗯，娶妻这个是养小姐牟利的，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什么？女娲传，对，也选到课本里头了，可能，然后小说，今年的新版课本不知道有没有《女娲传》哦，可以关了，
小说里头。这是白水素呢。润丝传，他们也选女娲传，这也是很有名的一篇。没有了，剪贴和尚。这个我们有缘，我都会一起给你读完的啊。所以以后不要觉得我教的慢，你花那么多钱，这我不要写那个，就写《三国演义》，那么长的那个。你知道他写《楚辞三国演义》，要说花那么多钱买了这个，结果没上几课，绝对让你值回票价，而且那么详尽的一起读，没有新版的没有选啊，那我们就先略过，那就看网络的就可以了，或者甚至这个都可以。哦，因为它是明天。没有啊，难道不是这个蛙吗？有啊，《女娲传》啊，也是明天可以录到一般的词汇。这个《女娲传》里头，你去看也是啊，就是。跟他的保姆妈妈桑有关的哦，妈妈桑总知道吧？不知道自己去查通常是写这个妈妈，桑是大概日语啦，像豆桑是不是？其实是日语的爸爸嘛，妈妈桑，那娶妾的，你看。马上帮你复习，这里也是"的"，这"的"都代名词的"的"，跟这个"之"也是"的"哦，这个"之"是形容词的"的"，娶妾的人切勿，千万不要，这个就是像刚刚提到那"并"可能当强调用法，并不要，并不是，对不对？这里让他强调不要，怎么不要？切不要，千万不要啊，千万不要露出，稍微透露你的意思，你想要娶妾。因为怎样，稍微透露消息。你看那个"稍"是不是前面我们学过？稍微咳嗽一下，还有什么？稍微看到，一看到人家，这也一样啊。你看我们在哪里？这里"稍见下人"，这里嘛，第五集的时候，那时候在缩减的。那你这里一样，所以那里讲了，我这里还要花时间。这就一看到，一有消息透露出来。这个可以翻成"一"嘛？那时候已经缩写，为什么"稍"可以翻成"一"怎么样？对啊，稍微透露一点，就是只漏了一些消息出来。你看"透露"不是单字讲副词，第二招"九行神功"破了消息，不是白话文吗？又来了，跟前面讲"于是"，那什么叫消息？那用的方法跟我们现在白话完全一样啊。那为什么写"消"？为什么写"息"？"息"是涨，这个"息"是利息的"息"，所以"消息"就消涨。消是消防队把火扑灭嘛，消了就没了，那息是有，表示这个一消一涨之间那个动态情况到底是怎么样，所以后来变成什么消息讯息的意思，因为打听一下那个信息到底后来发展的是多了还是少了，多就是息嘛，少就是消嘛，想要知道它的消涨，比如说最现实的，你要知道股票是涨了还是跌了，涨就是有利息赚啊，跌了就不消了。甚至死本了，把本都赔掉了，所以后来才引申消息，在东西也是很好玩的一个名词。可是东西都还有人研究到底是怎么来的啊，我也不太知道。这东西你看原来有意了，后来就变成一个词汇，大家用，甚至白话也用。你只要你透露一点消息，牙婆和掌筷先集齐，这没办法，我念掌也是死背的嘛，学过。筷有啊，四筷，现在还有四筷小人会叫骂人。这个"快"你可以想到勤快的"快"，对不对？你就会念啊，或者会计的"快"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会本来就可以念"快"嘛，像会计不就念"快"？那勤快的"快"也可以念"快"，这个字可以念"快"没有问题，可以帮助你记。四块就是这样，"
都老少咸宜，就都集在他的门口。这一句先抓动词啊，哪个字是动词？这一个三什么啊？九阳神功第七招，他的门口，他代名词谁？取妾者嘛，往前找，一直找找找，哪一个？他不是是有生命的人的他啊。你看其原来是代名词，在门也是名词，两个名词碰撞在一起怎么办？前面要转成形容词，这里是第一种读法，对，前面转成形容词啊。他的门口谁啦？取妾者门口干嘛？你要取妾啊，哈哈哈，我们有利可图，就这样啊。那你说谁会急在那？你会急到他门口？当然不会，就知道怎样。哎，你要娶妾啊？哎，我有妾推销给你呢。人，哎，我们现在有人力中介，对不对？也有婚姻中介啊，就是这样嘛。那有人介绍大陆新娘，现在比较少吧？还有月娘、新娘，现在可能还有很多，对不对？那是这样嘛。啊，台湾的你娶不到，要娶外国新娘，就是这样。都集合到他的门口，聚集来了干嘛？那你就知道这些人是谁，一定是人口贩子或人口中介商嘛。那这样再去看注释或者去查字典，对不对？你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！不要马上。那为什么叫阿婆？你看婆，妈妈上那个什么阿婆，对啊，跟女人有关。妈妈不是也是女字旁？那这个比较难。那个掌快，哎，别忘了，哎，为什么是马？对嘛？你看，刚刚我们学的，他把女人物化变成马了，是不是？那当然，跟马的交易有关的，当然就是跟这个有关嘛。那我问你，你看，再从字形结构，字形结构换部首可以换什么？你看，掌快，快四块没有问题嘛？你看这个很好啊。一个人从事什么？像我们学佛就是这样，一个人从事非人的行为，佛就是不要嘛。所以佛其实就非人，你假如还贪恋人道，你永远出不了六道，还要成佛。你要学佛，第一个就是你不能再做人。这非人不是？那我杀盗掳掠，他还要定那个五戒十善干嘛？这非人是超越人，不是非人在那个骂人，你禽兽不如那个不是？那个非人是超越人呐、啊，不能再谈七情五欲这样哦。人觉得好的，你也觉得好哦。打棒球很好啊，你电影明星很好，你就跟着好，你就完了。是要超越的一种，那这一样啊，这种人是做什么？做会计的嘛，所以跟商业行为有关。你们来会计的人啊，多好！所以这样是不帮助你了的？这个就是铜臭之人嘛，搞商业的，嗯，完全跟那金钱跑了。那这个长哎，你看，等一下他为什么念长？这没办法。可是你看，他居右边可以念什么？且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右边是念且嘛。那鸡七七是一组的，所以你看哦。可是它右边还可以念什么？主呢？猪啊。所以它为什么念长？还是有声音变化关系？对啊，还是逃不掉第三招啊，字形结构兼音义，对不对？九阳神，我应该不要再画了、啊，很烦呢、欸、哦。对啊，只是我都要顾到有些人还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啊，只要一直转到这里。你看，哎，关了，因为刚刚好像有这个，刚刚我已经透露一点消息了，是。贴上也，它也只能那么大，你只要给它拉开了，放大。放大，虽然有点模糊啊，反正知道这个字就好。拉长，好，你看，把这个拿掉，换什么部首？你说，合部嘛，对不对？大一点嘛。这变什么？租借、租赁。是不是都有生意买卖的行为，金钱的行为？对啊，所以你这样，然后你看念租是不是也念资，念长也是念资，它只是声母不同，不韵母不同，声母的都是资这个音。你看还没查词典哦，你已经懂那么多了。去查是怎样印证我们猜的对，就好像前面
开心自创啊、哦。你看，这都经典的例子嘛。这个为什么念哲？对不对？我们都已经跟你说解，我们是不是推完之后才去看，才去查词典验证的？果然的一体字通了，在第几集？第五集的时候聊，关掉就回来这里，因为刚刚是开心的。这个时候再去查，那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这个没办法，就是通假是牙跟衙门有关，衙门是官嘛，官就在管事情，对不对？官衙，你看管事情的管是不是？官再加个足字头就好了，对，专门管事，管什么？管女人，管妓女的这种妈妈桑，女老大，女性的老大就叫牙婆。哎，这时候再去查，让你做一个印证，对不对？不要一张白纸去查词典。我以前就是这样学的，因为以前都啊不会就查，所以词典要买很大，中文大词典、汉语大词典，为什么都我买的少书，少了书之后跟人家分享。那有时候还觉得怎么又没收，就没收，自己还要在那补充。以前就是这样词本位的去学，后来才懂啊，原来怎么样？对啊，那词典怎么收得完？你自己有时候可以自己去推嘛。你看，你介绍人口买卖为业的妇人叫牙婆，为什么？他管人口的嘛，婆就有点轻蔑的说法啊、嗯。那你看他都不跟你讲牙怎么来，婆怎么来，就是这样，这种就比较差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也不介绍啊，啊都不讲你。有时候你查百度词典可能可以，所以你要查这个，因为我这个字词典里头有查百度百科的。百度百科像上一次我们不是看有一个，他有一个给你讲解，对不对？啊，其他词典都不讲解，就是这样，啊，这个不会讲解的啦。啊，我可能省略了，对，百度百科啊，要查那个网络的，要百度百科。嗯，这我也加一个。我们要做最五灾的那个了啊、哦。这个。你看三姑六婆都是否定的意思，这一步哦，原来三姑六婆里头有一婆就是牙婆，哈哈哈。你看，总是讲个所以然嘛，对啊，这个比较好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马上把它取代掉。哦、那个只知其然不好。那知其所以然的都是比较好，像掌块呢，每一样，一定一般都是给你来一个，你看掌块，那标准音，那么它掌块，啊，原子马匹交易的经纪人吗？跟马匹交易有关的吗？后贩子经纪人四块，那包括什么经济？贩子就是连人的交易也可以啊。你看，哎，跟马有关吧？你看，看到了没啊？那再不信，你自己去比较，怎么样学国文才是王道嘛？才是正法？你不要走那个人行邪道，都学歪了。你看这个都。说和牲畜交易的人就不好了嘛，牲畜你不转脑袋转得不够快，还不知道哪来的牲畜，马是牲畜，这已经有贩子了，最早一定是马，所以它才是马，马匹可以交易啊，现在还有赛马的一些，对不对？那像这个更不要讲啦，课本的这个我看，啊这个牙婆不要放这里，掌块也不要放，这个古典的。现在比较没有这些词汇，就是有时候我们打课文什么需要的时候会，有时候你不需要挂那个词汇就可以把它独立啊。
让它不要放在里头。这是小小输入法，你们自己再去了解，有需要你再直接来问我，只要我还在的话。你看，主要是给你验证，这种解释都不好，对不对？哎，这还好。啊，马匹贩卖，啊，贩子，掌块，啊，标准读音以我们中华民国教育部为主啊。掌块，那，啊，这样掌也跟你讲为什么念掌，它不是纯粹的会意字嘞。那你看，刚刚跟你讲，这跟马匹的租借有关嘛，对不对？租可能也可以，那买卖当然更好啦，啊，所有权移转，对啊。这是很好的，也顺便复习了租哦。原来租是河道道河的买卖，后来才泛指一般的嘛，租房子租什么？原来我别忘了是道河，所以它跟道河有关。租原来的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？是缴租税，给谁缴租税？不是给包租婆、包租公啊，是给国家缴的。稻米这方面的叫到租，懂了吗？是这样啊，嗯，你不缴钱，你把你家里种的稻谷交给国家。假如我种了100斤，然后交10斤给国家，就像海鲜，然后让把他的那个都捐出来，啊，哦，这就叫租啊。后来才引申成租房子，租什么，怎么着，抽租金，啊，哦，要知其所以然，什么都很愉快。哎，这个很好，对不对？留着这个，啊，哦，啊，这个讲了哈，你看大家都挤到他的门口了，想要娶妾的，像什么一样，好像。苍蝇附在大便上嘛，附在大便上，这是大便吗？当然不是，这是什么？我们说腥膻，膻有两个写法，一个写肉，就是那个膻的。我们说羊臭味、羊骚味，喜欢吃羊肉卤的，你就听过什么叫膻了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是智慧能力，这个是也是形声字而已。啊，嗯，我们标准读音都以教育部国语词典啊，中华民国的教育部的，嗯，有没有念膻？因为这个膻不一定是羊的臭味，总是有血腥味，甚至你说腹腥也可以啊。你看，当你有血腥味，像你剖鱼的鱼腥味，对不对？那那个马，那也不是光苍蝇、果蝇会附在这里，有些小虫就会闻到这味道，它就来了嘛。啊，它就是形容那个啊，撩铺不去，你撩也许你不懂，很撩人，对不对？那可以啊，这里是撩人带回来之后不是，扑就扑打它都。赶得掉赶不到，赶走他又来，对不对？就是不会离开嘛，谁不离开？这个动词找对主词，那这也是动词啊。谁在扑？新年快乐，谁快乐？不要找错，你就会读了嘛。人啊，去赶都那些苍蝇都赶不去，那什么东西像苍蝇？这个苍蝇是寓意啊，它凭借它来比喻谁？牙婆和掌块嘛，就像苍蝇一样，赶都赶不走。对啊，赶就是这个撩铺的字嘛。那撩有什么意思？说除非我们说撩人之外，啊，嗯，还有什么？跟手的动作一般，带回恶作也知道，这里一定是驱赶，去扑打他，去挥他，对不对？用手舀水洒，啊，嗯，瞥略看，当然不是啊，这里是动手的动作，先提接，啊，嗯，撩开那个帘子，勉强可以，是不是？拿取拨弄逗引，对，这比较是逗，对不对？去逗他，啊，总之就是这样嘛，凑成一个副词，八九不离十嘛，嗯，可是你一个原则就是每个字都不要放过，趁这个机会学，好好学。下一次读到另外一篇，你对撩也比较知道，不要光只是撩人，啊，撩人是挑拨嘛，逗引嘛，非常撩人，对啊，姿态撩人，会逗引。就好像有一只手这样牵引你过去，对吧？你的魂就被它牵走了，没有。黎明很好，白话也在用，表示一早。那为什么用黎字？叫知其所以然，对不对？这个比较会讲所以然的。看谁讲所以然，我们就用谁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要知其然所以然嘛，知道他为什么这样，不要光讲了。天光的亮就没有讲了，哪个字有快料？难道梨有快料吗？梨是黑色的，所以黎明，明是明亮，黎明就表示啊，要明亮了，可是还黑黑的这样，所以黎明的黎是从黑来，懂不懂？对，是这样，是跟那个梨黑柳麻子，你看多好，才学的，你说花的时间值不值得？你自己说嘛，
是不是佛菩萨在保佑？啊，自己说嘛，哎，这黎明的黎其实叫黎黑的黎。来，我们这里做个缩写嘛，啊，这黎黑，我们做个书签。等一下也可以参照，哦，我缩写，其实不用缩写，好啦，我们就离就是对不对？这里。加，你看，就找书签刚做的，就是这个嘛。你看他自己会带进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叫每个字都没有放过。那我们看百度百科有没有给你解释？哦，当然不是这个歌星廖黎明，待会二座也知道不是这个，啊，没有别的解释啊，拜托，啊，要怎么查你知道吗？要这样。在指定这个黄玉在查人名，看可以找到什么词语才对嘛？对不对？那刚刚直接给你跳到那里去了。黎明即起，就天还没有完全亮。嗯，天快亮或刚亮，就还没有完全嘛。什么叫要？什么叫快要？什么叫刚？表示没有完全嘛，才刚开始，还不成气候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哦，这个不好，哦，还不如我们自己这个就好，哦，在额头向左就要回来，所以天还没有亮就怎样即讲过 N 遍了，那即位就要总统，即位总统就职啊，就位即就处之出门，很棒。难就难在这里，这个之跟这个之鱼一样不一样，这是形容词的之，这是什么代名词的之啊，处他出门，处谁出门啊，往前走，处牙婆吗？那又来了，处是催促啊，动词先抓动词，七星大法，刚刚那个简单哦，马上就再考你进阶版哦，不是七星啊，九阳神功第七招先抓动词，第八招找对主词，前面那个简单，后面那个难，你就被考倒了。难就难在什么省略的主词嘛，对，第七个。第八个，就这两招嘛，对不对？那是动词是谁？出，对不对？他们的主词是谁？回到前面，后头像了。那找对人嘛，找对凶手嘛。后头向左，向右，就这样了。是不是？这个是对什么？二一九五，九四还是九五？对啊。哦，不能这个。这应该2192，它又不灵光了，所以是牙婆掌快催促谁，促又怎么样？催促的催，然后呢？出是什么？出门，原文就出门，跟白话一样啊，对不对啊？出门出发 ，OK。
是不是？所以不要小看七八两招，你就是常常就会很干很七八，是不是？难就难在这嘛，所以知其实就是什么带什么。代名词带的就是出的主词嘛，取切者嘛，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这是不是完全就懂了？要教学生怎么读懂它，不是老师说，哎，我给你知代名词带那个什么取切者啊。然后就是牙婆催促取妾者赶快出门，还天还没亮就吵着他赶快出来，赶快出来啦，对不对？怕你，因为他还有下一摊生意要做嘛，后面有，啊，就是这样嘛，这都是完全懂。那你光学翻译，然后也不跟你讲知是什么意思，然后下一次碰到知还是不会这样推。一到了早上天还没亮，牙婆掌柜这一辈的这些像苍蝇的这些蝇辈鼠辈，对不对？我们讲鼠辈，他这个是蝇辈嘛，他这个是蝇辈啊，像苍蝇，赶都赶不动了，就催促那些想要取妾的赶快出门。我原来读是这个字带成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养的那些妓女瘦马啊，催促那些瘦马要出门，可这不对，为什么我在上下文嘛？怎么知道对和不对？对错问题回头做。这里妓女还没出来啊，只是谁出现了？取妾的出现了，牙婆掌柜急在谁？取妾想要取妾的人，包二奶的人的门口。现在目前凶手只出现，可嫌疑人只出现的人，你这里突然来一个代名词带前面没出现过的人，不合理啊。有啊，你说瘦马这里出现了、啊、太远了嘛，近了你不管，对不对？这个很明显啊，他催的出来，然后呢，后来也挟之而去。这个之跟那个之一样嘛，带谁？他们包夹的谁出门？当然是取妾的。来来来，我们店里啊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你今天到一个观光区，来来来，我把你骗到他的停车场，叫你消费，对不对？或到他店里去消费，一样的道理啊。那想想跟生活何关？大家都是活的人，都在讨生活。你这样怎么会觉得学这个跟生活没有关系呢？怎么会觉得无趣呢？难道你也觉得生活很无趣？那是你变态嘛？是活人，是正常人，怎么会觉得无趣？马上嘛，媒人先到，媒人这里指谁？当然是这个了嘛，媒介的，我们传播媒体的呗，媒体是人，做媒的人先到的，对不对？就挟之而去，嗯。所以这个媒人你看哦，其实就是这个嘛，媒人就，然后呢，所以你看很贱很贱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写不就清楚了？那这里也知道先到的是媒人先到，他反而这里放在后面啊、嗯、那谁促之出门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媒人先到的呢，这个就先到的嘛，你看者就通得，是不是都很顺的，结果都变白话文，媒人先到就先到的媒人嘛。你看，就是来倒叙重组九阳神功第四招乾坤大挪移，不就是先到的媒人不就是变成白话文了吗？啊、只要是媒人，你先到的就会先挟之而已，把它包夹了，挟持去了。我们是人物被挟持的，包着你，簇拥着你，簇拥啊、是这个簇，簇拥着你去了，挟持着你去了。没，先挟持而去，啊，先挟之去，先挟谁啊？就是这个之嘛，就是那个取妾的。啊，来我们这里啦，就像我刚刚讲，对不对？去了，离去哪里？去哪里啊？当然去瘦马家，有没有？后面我写，对呀、啊，你先到了，先包走，这大家要排队就这样。我先到了，他是我的了，那他不满意我的女孩子，他都看不到了，哎。后面的照顺序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所以先到的不一定就交易成功嘛。嗯，那其余的就其他，你看其余不是白话，其他的其要来代名词带什么？带先到的，先到的之外的剩下的就会跟着
那些牙婆掌柜就会跟着这仙道人啊尾随，因为哎你不满意还到，就把你拉到我这里来，那一样排队，对啊，还不错，还守规矩，哎呀，啊，那剩下的其他人就尾骑后又来了骑，你看两个骑带不一样哦，哎，两个骑这里是带骑一样的啊，这里骑都是指没人仙道，仙道的这个牙婆掌柜啊，仙道的台牙婆掌柜剩下的就会尾随那些牙婆掌柜的后面。或者尾随这个牙婆掌柜挟制而去，包括取妾者，因为取妾者也被拉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尾随他，你看尾随尾，想到尾随是什么？单字想不死嘛。哎呀，我不要用那个，这么高。啊，介绍一个大家一个的那个我桌面啊，有一个上帝模式，你 Google 一下就知道什么意思啊。里头是所有 Window 里头的指令都有啊，像我要找滑鼠就出来了。我现在要变更滑鼠操作方式啊，只要这个，不要让它啊，这样我打字不会一直跑掉啊，它焦点就会跑掉啊。其余是尾随，尾随其后嘛，那单字想复的第二招，尾随他们的后面，所以这个棋可以说一样，也可以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个棋的话，严格来讲，它是没人先到的，不包括取妾者。后面那个棋可以包括取妾者，所以可以翻成他们，就不是光先到的没人。当然，先到的没人，先到的牙婆掌，可能他一家出派出了几个人，不是单独单枪匹马来单打独斗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可能就是副词，所以中文就是单字副词，在字上你要从上下文判断，不像英文一定要加个 s， 你就没有问题了。中文这方面有歧义，可是它为什么可以歧义？这个是好的歧义，你干嘛相信英文那么呆板一定要加？你从上下文有些知道它是单数还是副词，就算这里单数副词不确定，这不是重点吗？对啊，只是让你灵活，你读文章干嘛一定要它是单数副词？我们在这科学报告，我们讲过，文学语言都是非常灵活的，不能那么死板的嘛，都有七情六欲流通的，啊、嗯，然后尾随他们的后面，然后接着他们的后脚，你看这个里才是这个四嘛，我们正文是不是也是四？这个四才用的对，刚刚才讨论那个四，他不用侍候他啊。不用服侍他，可是他要等他这里共孤，人家都不爱你的姑娘了，你再来我们家。对啊，他要等啊，如果他爱了，哇，这一窗就没了，共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他要等，所以伺服器就等，他不一定直接去服务你，像伺服器在那里他会服务你啊，不会，可是你给他一个指令他就会回应你，他就得只好照你的指令去做，所以这个四和四这样你就会分了嘛，这是在等，不一定会坐得住。可是这个不光是等哦，他随时要你传一个，他随时要甚至主动出击也可以，不要等主人下令了你才出动啊。你看我们那个做法会对不对？有些事的他有没有说主法和尚或怎样啊？你帮我整后面那个批的，他才动，没有嘛？他主动，或者我们念诗文的话，他主动的跪在那啦，这就要事，要有主动，这个就不一定了，就是看。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，它变成很被动了。对啊，所以伺服器都被动，你不理他，你现在不跟他交易，不跟他通讯的话，他根本都不理你。对啊，这还有点主动性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完全是，他不是主动性，就是他还有自己的个性，这就不能有自己的个性啊。那他要主动出击，这个主动出击是配合主人的，所以叫侍者嘛。那像我们佛教里，他要叫侍者的，对，这者也是德嘛，德人就像记者、作者。服侍的人，所以他这个侍用很好，就在那等啊，窥视。所以为什么讲窥视？就在那看嘛，你结果怎样？哎，你的小姐人家看不上眼，来我们家了，来我们家了，不就这样？对啊，这侍之又来了，又带名词了，跟那个一样，和带的不一样啊，带什么？这里是挟着取妾的走了，可他窥视什么？等的什么？等的
娶妾的和先到的媒人他们的结果怎么样、就等着我骑驴看到唱本走着瞧，我在等你结果怎么样，结果你们没和了，哇，那我们只好自讨没趣，就死了这条心就跑。假如哎，你们的小姐她看不上眼，哎，赶快把换我把她挟之而去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那你这里也可以说挟之而去，对不对？天赐还原，加了一个而，几乎就是白话文的嘛。啊，再这一句再来一次啊，其他的这些媒人或者牙婆掌快，就尾随着先到的媒人和被挟持而去的这个娶妾的想讨小老婆的人、他们的后面呢，接着他们的步伐，憋着他们的后部、他们到了他家，对不对？然后窥视是看结果是怎么样。那也许这个被拉去的拉到半路呢，觉得很不爽，跟他起了口角，不要了，他半路也可以把他劫走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为什么后面才到瘦马家，不一定在路上也可以就劫走了、你不要在半路得罪人，就这一双生意你都吹了。再来就接踵而至，白话也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什么叫接踵？刚讲要跟在他的后脚，没错，接踵而至，接着他的脚步就来了，就前脚到我后脚跟嘛。你看后脚跟，跟不是也有足吗？对啊，所以你要学，所以另外一个词叫旋踵，好像你转一个脚跟就到了，拜不旋踵。连转一个小身的时间都不到，就是不旋踵，就时间过很快。那旋踵转一转脚，脚就从转来旋从旋转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向右转、向后转这样转脚，你转个脚，动作快不快？快，就像我们一眨眼时间，把形容的时间很短啊。再来看踵什么意思？他这样学，趁着这个课文把这些每一个字把它弄懂。那接踵而至，一个接着一个。这不是接待啊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有没有漏接？没有。接力赛跑有没有漏接？接漏接你就失败了。对啊，所以把它接得很紧密，你这样才知道为什么用接字嘛。接力赛跑为什么用接？一个接一个为什么用接啊？顺便把你白话文学好，你是来学这个接种，学马皮层你干嘛？借着这个学，就像我们你看一起读，是不是借着这个读了多少篇？哦，要这样学国文，拜托，哪一天我挑了，我就留这个遗爱在人间嘛。是不是国文该要这样好好学了？像你哪一个字放掉，你看我们哪一个字放掉，你才真懂。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就先到这了，知识我们在我们详见后写，请分享，我们把接踵学好。原来的意思就是脚后跟叫踵，就像脚，什么叫脚？什么叫腿？是有分的。还有什么叫股肱？股肱之臣有没有股啊？屁股的股是有分的、所以他为了每个部位，你看都从肉部造一个字，那这里不从肉部，他是用足来造字，所以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脚后跟就叫踵，后来才有后来的那接踵，不是我接着你的脚后跟，有时靠得紧不紧，差一点就要踩掉，所以你我们走太近，把前面的人的鞋子踩掉了，对不对？不就踩到他脚后跟鞋后跟，怎么会跟生活无关？你这样对踵是不是才真的懂？然后也不会跟哦，你说这里都从肉部，我这里也用肉啊，就完了，这个是踵起来了，这很抱歉，这不能通，对，是不是？这才会分嘛，这个踵起来，这个是脚跟，你才比较深，就背一个身字，然后跟生活的无关，你这样就很新鲜哦。原来我下一次不小心踩到前面，后人讲，原来我踩到他的踵了，那踩伤他了，就真的就踵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样才真正的国文嘛，国文怎么会离开生活而已，我们就是讲国语，我们就是讲普通话北京话，就是讲汉语汉字的，怎么脱离了小生活？你这个才是学习的正道，不是走到邪路歪路邪道去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进度就这样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大家稍微静静，等一下可能我们继续、我们吃完饭圆满了之后，这个两点、刚好实际禅师也开始、大家可以随喜学习，大家来做这个，两点有没有？昨天我们看到他是百七嘛，四十九天，你看七七一个七圆满了，接下来他就从第一天开始算，所以他是七个七为一个单位，所以他第一个七一个七他是算四十九天哦，应该不是，他百七还是七天七百天嘛，
可是他算的那个巡回的单位是七，我记得双溪小队也这样，他说一个七就是算七七，可真正一个七是七天啊，所以百七其实还是七百天，不是一百个七七，那还得了？四十九天再乘一百，四千九百天。你知道这里是有分的，就知道。那双溪小队也是，他都会讲这是第一个七，第几个七的第几天，他就是类似这样。他就这是第某个七的第一天。那一百个七除以七七啊，我一时头脑这数学那时候不好，要不是张幼元老师给我开窍，我还不行啊。总之上一次昨天是四十九天嘛，你看他从零一天开始算了，就是这个七的第一天啊。双溪小图也是这样啊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所以有缘的学员，我们可能没有缘，等一下会播一下，那我们还是先讲课啊，因为。总是哪一天比较有空，我们就随喜跟。以后需要直播的时候，我反而也有这个皈依的依处啊，就可以跟他们随喜一起做。啊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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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